们现在等Uber。那我们今天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第二家旅馆。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订的那家旅馆呢，是我们很喜欢的。不过昨天一整天都没有电。那我们昨天晚上也不可能待一个完全没有电、完全乌漆嘛黑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临时找一家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去第一家 Airbnb， 因为他今天有请到电工来，所以希望今天问题可以解决。我们是很想要住在那个 Airbnb， 然后这边到时候还想办法把它退掉。Rough start man。帅哥哦！行。哦，刚刚帅哥电工走以后呢，跟我们讲说家里的电路板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家里没有被供到电，那很可能是因为这边长期没有住人，大楼管理员。把这一家店或是这个房东决定把这一间的店呢先砍掉，那要把它打开的话没有那个钥匙进到另外一个门去，所以整个就是很混乱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两个旅馆都订了，很想要住在这边但没有店，然后现在等房东回复我看要退款还是怎样。不过今天第二天，我们可以在澳洲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所以 I can't be mad， 我现在只是等而已，就这样。跟经理谈，他愿意帮我们把这一间的房间总价降80块澳币，然后让我们变成是两个小房间的钱。但是其中一个房间是我们刚刚那个大房间，然后那大房间两张床，他把它拿掉，然后变成一个大的床 ，king size。晚一点，看这样你有事你再跟我讲。干，我想有点肚子饿哎，我今天干，我们今天只吃一个汉堡哎。好，我先打包。好，今天是1月4号，我们是31号到这边的。然后过去的4天都没有出去这个市区玩啦，因为前面4天都是在跟 Next Force 老板聊天，然后跟他学习，他是我在生意上面的贵人。我们今天就要先去玩第一个点，那这个点呢是我们在 Cook 上面看到一个行程，我觉得蛮酷的，而且是来到 Brisbane 都一定会要去踩的一个点，所以我们先买个水，然后叫个 Uber， 因为那边比较远，所以一定要叫车。Lone Pine, Kerala Central. Yeah. Ah, 很多行程在这个网站上面 ，Cook， 你就是可以直接扫你的那什么 email 就好了。但是我们来这个要印出来，一定要印出来，而且印出来后，一定要在当天预设当天去完成这个行程，不然就没有钱。这边有水塔，水塔感觉蛮酷的，要不去看一下水塔？好。可爱吗？其实蛮可爱的，但是那个爪子看起来很恐怖。起床，换你上班了，换你值班了。门口刚刚写 Enter at your own risk， 不用发任何的事情，受伤啊，全部都是自己的责任。但我们拿到一些袋鼠食物，先把他们引来，然后跟他对打一下。对，那个。
怎样？他直接靠几岁啊？加小。You wanna beat him? Yeah. Yeah, no problem. No worries. Oh, 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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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开心哦。超可爱，嗯，会想要自己一个生一个，旅游就会在那边乱想。上次旅游算是比赛，今天的票全部都卖完了，你说我们可以报的吗？可以报的，他们这边票每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限额的，所以他们当天卖完了以后就没了，所以可能如果你想要报的话，会建议早点来。但他每一个时段，有些时段就会开放，像这样子让大家去比较近的接触，然后摸它，然后拍照，就这样子。对，买一个点单的，买机票给他玩，买一个给他玩。最后真的是加上他们的那个酱，哇干，这味道真的超不一样。而且这只是 Brisbane 这边搬进第七的餐厅，干超好吃，还有炭香味。好了，你看我们今天去玩远距离抱无尾熊，然后喂了一些没有很饿但是很热的袋鼠，然后还看了很多不同的当地的一些生物。我觉得没有来过的喜欢动物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去看看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虽然那边比较适合家庭去，不过没有去过就是这种新鲜，而且看到这种野生动物的机会其实很少，所以说我会建议可以去看一下，真的很好玩。但是可能不要再大太阳，就是中午的时候超炸超热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搭回到市区后租了 scooters， 然后就到处跑。所以今天这集呢差不多到这边了，我们也是晒一整天，我们要回去旅馆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再计划一下明天要做什么，好吗？喜欢这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哪里东西你还想看，给我们一些建议之类的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在做这种比较偏旅游类型的东西，多尝试，好吧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好，谢谢。